苹果 Vision Pro 外置显示屏专利，荣耀 Magic 6 Pro 曝光。苹果最近获得的专利揭示了他们即将推出的 Vision Pro 头戴设备的潜在功能。该专利列出了在头戴设备上使用外部显示屏向旁观者展示佩戴者体验的方式。虽然专利涵盖了通用的头戴显示器，但很明显一些概念影响了 Vision Pro。Vision Pro 的外部屏幕称为 Eyesight， 可以展示用户的眼睛或显示指示 VR 沉浸的图案。由 Patently Apple 报道的专利说明了一些有趣的应用，比如显示天气、太阳镜、请勿打扰标志，甚至用 Zoom 图标替代佩戴者的眼睛。然而，获得专利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会真正出现，这使得这些功能的实用性变得不确定。另一方面，荣耀 CEO 赵明分享了即将推出的荣耀 Magic 6智能手机设计。这款以绿色涂装展示的设备汲取了中国文明5000年的历史和19世纪石切技术的灵感，体现了自然万物的活力。由 Digital Chat Station 爆料的 Magic 6 Pro 保持了三摄设计，并提供256GB、512GB 和 1TB 的存储选择。荣耀计划在1月10日至11日的2天内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届时将发布 Magic 6系列和 Magic OS 8.0 界面。